刚刚回来，给大家看一眼我新买的眼镜儿，分享一下。这个眼镜儿是Gucci 的，也是我选的，然后 Sense 寄给我的。戴上之后，大家觉得好看吗？正好我上一个眼镜儿都用了10年了，所以就想说最近换一个不太一样的眼镜儿。然后我准备过两天去，我配一个近视镜，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新买这个口红。它我画这个的时候没有画，就是直接全部是口红，我没有画唇线。然后我觉得虽然说我的红色口红挺多的，但是大多都偏深，这个是唯一就是不偏深，但是又很显气色的这种，就是偏橘红色的口红，看起来还挺年轻的。这一款叫做 Boy Collector，男孩收集者。我这会儿在剪视频，今天是这周 weekly vlog 的最后一天。然后，如果今天能剪出来，明天星期六就可以和大家见面；如果剪不出来的话，就只能星期天发出来了。在这个视频之前，我还录了一些，就是我2周前去纽约的一些小片段。我2周前就和 Quint 这个品牌合作，他们即将上线的一些新品搭了一些搭配吧，就是属于我自己审美的一个搭配。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从刚开始和他们合作以来，一直到现在合作这么久，我其实还是很喜欢很喜欢穿他们的衣服，并不是说因为合作然后我就去拍它，等到就是不拍了，这件衣服也就不穿了，就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就是会让我在平日出门啊上班的时候还可以持续不断的在穿，所以这一次其实去纽约也算是和我自己这样日常穿着度很高的一个品牌的一次小合作吧。说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审美搭了一些衣服，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按拍摄海报啊什么来说的话，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些质感的感觉，或者说比较时尚高端大气的感觉。但是真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就是我去给他们搭衣服，我的一个出发点真的就是说实穿实用。这个衣服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建议，说怎么样可以穿在日常中，然后怎么样可以和一些你衣柜里面已经有的单品进行搭配。所以然后也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家的衣服真的是实穿性会特别特别高，一些设计都是处在怎么讲，就是无形之中吧，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很扎眼很突出的设计，但是他们的设计却能非常提高你整个衣服的一个整体水平和层次。然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我那一天的小片段吧。 I'm going. Good night. I wish we well. Are you going to would you like to kiss me good night? Yeah. Well, good night. Goodbye. Oh, not goodbye. Good night.最后一天，我们来到敦煌，我要吃，哎，这个宽粉也特别好吃。对呀，牛肉面，你要哪一种粗细？我要那个韭菜，韭叶吧，叫韭叶，韭菜的东西。我想问问他们能不能下二柱子。二柱子什么？二柱子就是比二细更宽一点，然后像筷子这么粗。嗯，前面这边都没有，就是它会不会写在上面。然后再要一个肉夹馍，1.25。能吃完吗？2点。2点。我们要一个宽粉，然后一个手抓羊肉。
州牛肉面。兰州牛肉面。太阳酒业，你们能给我下一个二柱子吗？二柱子。对，就是啊，比二细少拉一下子。哦。就是外面，但没有精确到怎么样。没有，就是你师傅肯定知道，就是和筷子一样粗。为啥两谢？哦，你不要辣是吧？没事，你买那个，你把这个辣椒油撇出来给我就行。当时没跟你说啊，你以为是上来自己调是吗？我觉得应该挺正宗的，因为我们兰州就是亚特兰大兰州拉面，它上面会给你有青菜。我的牛奶鸡蛋醪糟，这两个一起吃。看我们的手抓羊肉，我们的盖碗茶、八宝茶，还有宽粉。它这个面也好暖和呀。我要点那个蒜片，可以就着羊肉吃。到了半碗蒜片，就着羊肉，完美组合。小栗子，干嘛？我觉得 BGM 应该给你配一个“贱人就是矫情”这个，然后。Weekly Vlog 又要开始录了，今天星期六，我们今天收拾收拾就要去一趟萨瓦纳，因为这一周它是一个长周末，星期一放假，但是我们今天去明天就会回来。起来之后我就已经问了我妈在做什么，我妈可能做点给我们路上吃或者说晚上吃。你说妈，你说我们贫穷不贫穷，出去玩一个还要带着吃的。这是前两天和大家分享的那个面皮，面皮就是有那种面皮螺，蒸出来之后是这种圆的，给大家看，它有这种薄的这种片，然后你就给它切成这种条就行了。然后同时还有这个拌菜，这个里面有胡萝卜丝、黄豆芽，还有这种那叫什么丝呀、啊？包包菜的丝。锅里面还煮着两块牛肉，给大家看一下，可以打开吧？可以啊。血水一片，看不太出来，就是两块那种牛排一样的牛肉。刚喝完一杯水，现在给我自己弄的咖啡。正儿八经的开始，现在就是一个礼拜上传一次。你还再来点水，这个水是我妈喝的，我妈说这样的话咖啡比较淡，对于她来说，但是还可以让她变得精神一点。我吃完这个我就去化妆了啊。好啊，我不敢做，昨天练下腿的，这我屁股好疼啊。你看我昨天买的香奈儿的这个套装，就是这个包很好看，它里面有一个护手霜，然后它还有一个指甲油的底油，一个就是底油，还有一个顶油，它有个 top coat。 这个也是我昨天自己涂的，买的香奈儿的指甲油，涂上颜色非常好看，这种蓝色。它的颜色是624。你看我的指甲油好看吗？好。颜色好看吗？好看啊。你觉得这是啥颜色？这是紫罗兰的。紫罗兰。牛两个对待蜜西的态度跟对待蜜海的态度就是不一样。对待蜜西就是把东西专门弄出来给小刘留着，对待我就是我妈给我给了一个他们吃过的吧。然后里面装的我的饭，胡说八道，装的干嘛？这就是拆的吧？你看，你看这个扁圆，你看就是你拆的。还有一碗，咱还有一碗豆浆，还有这个是做的那个玉米面的饼。
特别好吃，它我妈里面加了好多鸡蛋啊牛奶什么的。你像我之前前两天不是在网上说我这周 weekly vlog 要录一个怎么样可以就是吃的既健康又饱腹又好吃嘛，但是我想说那种饭如果你一年365天是你肯定会崩溃的，所以其实每周给自己稍微给一点那个 cheating meal，其实就会调节一下你，让你会觉得说你平常那样子吃，然后还是会有一点点小期待的。说我买的衣服来了，其实是给你买的，哈哈。衣服我买的是女码的 M， 他们当时是把那个他们只有 M 和 L， 他们把 L 放在男款，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没有 S， 所以他们放到男款，觉得男生其实完全可以穿。但是我试了一下，我觉得 M 更适合我，回来之后发现这一位也可以穿。哎，又是一件男女款同款，但这个好配呀、啊！我要去收拾东西了，快点！我今天准备把这个直接穿上。哇，你看我今天的头发好蓬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情侣穿搭，看我们一样的卫衣，只不过我的是裙子，然后我的新鞋。我流鼻血了，都是因为你太帅了，然后让我流鼻血了。萨瓦纳，这会儿出发去海边。咋这么温柔呢？在视频。对呀，我就是一个温柔的小妮妮。啊，你啥时候跟我能这样出去吗？今日，然后应该是放假，但是我刚才看见我们老板在发邮件，我就心里稍微有点慌，但是给同事发短信他们都不回我，连一天在家。
看我的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之前星期六星期天放松了两天，然后我们今天从健康美味的食物开始。第一天这是一半苹果，一牙全麦面包，应该是一颗鸡蛋啊，这另外一颗留在晚上吃，然后一碗脱脂牛奶，牛奶呢，牛奶还有咖啡，这就是我的早餐。吃完之后其实你挺饱的，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补充蛋白质呀、碳水啊，还有像苹果的这种维生素纤维你都可以补充得到。我们的第二期偶像练习生开始。好好好，我今年就是抱着一个吃瓜群众的态度来看一看，因为找到了真爱。真爱，你就是我在偶像练习生找到的。今年是这样的，就是在参赛前他们已经有些人把等级评定好了。桌子还没搬呢，说明还要等一会儿。这是前61个人，后39个人在那个房间里。今年第一集是你上来自己选那个排名位置。该真的吗？那我的晚餐今天其实是第二顿饭，我下午拍了一下午视频，快累死了。我妈给我做的全是水煮的蘑菇、豆腐皮、木耳，我自己弄了半个牛油果，还有鸡蛋，还有自己调的酱汁。咋了？你的意思要甩几六个关？好开的，谁吗？老师们好，叔叔爸爸好，娜娜爸爸好，好，叔叔好。打开唯品会，搜索我家那闺女。我在和你姐夫玩高能玩家那个扑克牌，比大比小比20，抽一个决定攻守吧。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打乱的4张牌，决定攻守是吧？舌尖有很多红褐色的点点。就是你体内有中奖。你先攻。那我先攻了啊。然后我先翻一张公共牌。对，先翻一张公共牌。二。然后我要翻一张自己的牌。好。不是你。我要一张10。没事，早上。没事，咱就可以不用挑场了，直接说我要一张10。你要一张10。嗯。10写在这儿。你再出去转一圈。9。要一张9。嗯。然后就该我比是吧？我比20。不比。好，我赢3分。你看我给你买的。这么小？不小啊，这是一件 L 好吧？要不要我先给你穿上看一眼？好。这还不行？那你啥时候出的大裤？这玩意儿是一件男装啊？咱俩的号数不是一样的吗？小灯呀，来拿着，我穿一下。好，是不是不行？这里面什么也穿不了了。你丫换大这种天气，你里面也不需要穿什么吧？怎么这么短？也行，这样显得你那个腿长。哇，怎么腿好长啊，姐？是吧？显得腿可长了呢。是我突然感觉我有了这个1.5米的腿。你有了蔡徐坤的腿。你下面穿你那种 jogger 其实挺好看的，然后穿一件，其实短袖上反正你又不爱穿毛衣，对不对？开始今天上班第一天，耶！我早上吃啥？鸡蛋、燕麦片、豆浆。鸡蛋、燕麦片、哦、豆浆，还有全麦面包一块。好，几点了？8:20，赶快吃了。我娘到底在哪好处？我先。你看算了吧，就先给燕麦片看上。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先把这个喝完，剩下的在办公室吃。
床单。昨天有拍视频的一件白色的这个卡什米尔的短袖，一件西装，白裤子。下面我准备穿一双就是 Acne Studio 的皮鞋。三。我的鞋子，要不然你今天穿这一双吧。昨天有分享黑色的，然后我说，我觉得特别喜欢了。然后去年一年都在穿棕色的，然后刚才看见棕色了，我说你继续把棕色拿出来穿吧。这是我今天中午的饭，糙米饭，然后煎豆腐、鸡肉、青菜、木耳，还有一些胡萝卜、蘑菇，这个是我自己调了一点有味道的蘸碗。其实米饭我一般只吃一半。我下班回来了，回来之前带我爸我妈去了一趟健身房，然后我们在健身房练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这会儿刚回到家。看看，这是你的。我的。这里面都有啥呀？肉、豆腐、白菜、蘑菇、木耳。为啥开这么小呢？没注意，我直接就拧到上面了。我说你干嘛呢？给大家看看我的。阿达利。这是我的晚饭，鸡蛋、牛油果，还有一盆菜。这个用来放啥呢？我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个东西？这是啥？哎，从远处看，我这是个啥？笔砚吗？对，差不多。我们以后当个读书子儿吧。读书人儿，那是好的，这也不平啊。卖了个烟台，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包裹。好，这一箱是衣服，给大家瞅一眼，快速一瞅，是 A 叫什么 AMI 这个品牌，买了一件毛衣，绿色的，是不是很好看？然后其实这些都是男装，就是我也可以穿，然后你姐夫也可以穿。看这个绿色的条纹，最后，就是相机快没电了，一件衬衣。好，开箱结束。看，我爸我妈在厨房忙活，这会儿正在剪我明天要上传的视频。昨天拍了那个近期购物分享。你真讨厌，我不吃。然后。你姐夫这周要飞去西雅图面试，你说他这种人都这边都已经上着班了，还要去西雅图面试，他要面微软，居然思维吗？结果他已经有你几个月没刷题了？哇，三个月，三个月没刷题，那还不好好好好。你这船上你让人微软的员工怎么想？怎么了？浪费人家的钱。快学习，不要再吃了，你晚上吃那么多。现在特别喜欢看乔杉演的戏，所以大年初一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乔杉成龙的那个戏。关键呢，主题曲是谁唱的？Hello， 大家好，看我今天的早饭。妈妈，我是不是最近变化很大？看我妈都说了。这个是什么？红豆玉米稀饭，红豆玉米稀饭，然后几根黄瓜，一颗鸡蛋。吃饭，今天可以在家吃，不用拿到单位。啊，是。公司今天早上。有准备那种甜甜圈和那个另外一个圆的那个馍馍，但是我要忍住，我不能吃。之前我们公司
每隔一段时间，如果今天有会啥时候，不是就买好多那个嘛，然后又吃不上，就放到厨房，然后正好我的座位是在厨房门口，进去一接水，嗯，就看见了，然后就说，啊，那就吃四分之一个吧，我就掰四分之一个贝果，然后就像啃干馍一样，嗯，是吧？啊，还想吃，然后再进去掰一点。到最后就是等到你发现完了的时候，一个贝果已经吃下去了，腰上的肉就是这么长出来的。所以我现在看见那些东西我就深恶痛绝。今日的穿单，然后你看昨天的这一件绿色毛衣就用上了，一条黑色阔腿裤，这个是另外一条 Joseph， 我本来说要退，但是试了一下还挺好的，就准备也留下了。小白鞋去上班，这是个男款，去上班了，拜拜。我昨天剪好了视频，今天早上上传之后突然发现没有声音，好像因为我是这个视频有加了滤镜，所以有可能是导到那个 Lightroom 的那时候就没弄好，反正我就撤销了，准备今天给我吃完饭然后再弄一会儿，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就今天晚上再弄。嗯，回来吃饭，继续吃我的水煮菜。啊，我觉得，我这个蘸水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觉得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蘸水，让我一天每天这样吃一点都不会腻。我现在每天中午我们边吃饭边会看一个韩剧，叫做《天空之城》，这是我爸我妈的菜，是红薯粉炒包包菜，然后他们放些豆干什么的，我估计会偷吃一口。今天下班之后我去游了个泳，然后带我，然后我爸妈继续去他们的跑步，然后做器械。我游了个泳回来之后，因为我也没有拿毛巾，没有拿洗漱的东西，然后我就游完之后赶快擦干回来，刚洗了个澡，脸上这会儿敷的是那个 fresh 的一个面膜，然后看他们的吃的。哦，不是，哎，难过。再看我的吃的，那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的。这就是区别。哼，我们本来要看《鬼吹灯》，结果昨天晚上看了一会儿我妈已经晚上做噩梦了，然后刚才不让我们看了。我们看山村老师，还是中午的沾水。嗯，我那会儿牛油果。而且在这当中，我们真的是找到很多不同的乐趣，因为我要去了解他的生活，他来了解我的生活。他们的姐夫给我剪表情的。剪视频的表情，你看我在干嘛？我的视频里。天哪！你这还你怎么缩小六了呢？这。我在吃宽粉。嗯、不行了，不行了。你给我做一点吧，你拿个宽粉给我泡点粉，给我调一下，去快。今天头发有点轻。我们今天的早餐是啥呀？我都没有看菜单。是一碗面呗，稀饭、面包、鸡蛋，还有菠菜。嗯，把菠菜切了菜。嗯，我菜单上写的我是燕麦稀饭，所以我买过熬了这种，有小米、玉米，还有藜麦，是吧？嗯、啊，哇，你轻一点。我不行，你这个太滑了。鸡蛋，虽然是两颗，但我只吃一颗。这个燕麦面包。一片，再吃点这个菜，就是我今天的早饭。大家看我这个口红颜色，我是把那个 MAC 的 Maracash 还有娇兰的一直给它重在一起，我特别好看，但就是它显得不会特别的艳，不会特别深，也不会特别艳。我来和大家说说我大概吃了两周的健康餐身体的一个变化，就是你能感觉腰那一圈瞬间瘦了好多，然后我刚才称体重轻了大概将近2斤，但体重其实没怎么轻，因为毕竟是这种小基数的减肥，但是我觉得整个人的那个维度瘦了好多，因为我平常也有自己锻炼啊跑步什么的。
你会觉得整个人很轻盈，尤其晚上的时候。你吃了没？吃完了。咋这么快？老公，我给你一个任务吧。嗯。你去楼下帮我拿一双鞋，就那个有白色鞋带的那个皮鞋。我在这拍一下。拿上了。嗯。你看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嗯。不乐意我就不给你了。再见。周日见。你穿你那个牛仔夹克。我那个在公司穿的夹克太大，坠太难受了。嗯，你带了吗？牛仔夹克。带了，还是放着呢。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又要去旅游了。我不准备吃面包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汤里面已经有碳水化合物了，我吃两大口菜。这两天早上都走比较早，因为公司八点半有那种全公司的会议，大老板也在。今日穿搭，这一件还是一件男款，还是昨天的那个 AMI 那个品牌。公司全体开会，我这会儿溜出来回家，大概吃个饭。其实公司有准备饭，但是因为他们准备的都是什么三明治、薯片那些，而且没有给我爸妈说我不回家吃饭，所以这会儿先偷。嗯，先要馅吗？制服。你在这里擦擦，快擦。嗯，就。没事。你老家在哪？老家在。我看了你带小孩那集，我被笑死了。我老妈能参加完这个节目，真的。看，这是我妈给他们做的打卤面。你得给他找事儿吧。啊，对。如果你让他俩闲了，他俩。我们刚练完普拉提，可以录一下。选手一，选手二，哎，这个选手二，还有我们的教练。我练完普拉提回来了，给大家看我的晚饭。一碗和早上一样的小米粥，然后鸡蛋，这个是中午的蘸水，我还没有倒掉。半个牛油果，还有中午剩的菜，我妈又给我弄了点新菜。我快成兔子了。我不爱吃的。嗯，不吃了也够了。今日穿搭，这个衬衣还是 AMI， 我这连续三天穿了三件不同的他们家的衣服，里面搭了一件高领毛衣，然后一条这个裤子，我下面准备搭一双那个 Gucci 的小白鞋，然后外面披一个外套就好。今天早上的早饭是咋样的？今天早上是一碗牛奶，一颗鸡蛋是吧？还有啥？粟麦面包就是蛋白质和碳水。嗯，干了这碗酒。嗯，我妈说我眼睛今天画的好。我用的是和腮红一样的，其实我用的是腮红画的眼影。想一千个刘志航一样高，估计那么刘志航请个时间呗。啊，结束了。面包我就不吃了，选坚果吧。星期五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餐。我肯定不可能全部都吃完啊，太多了。芋头红薯等于是粗粮，然后一碗蒸豆腐，一些萝卜条，这都已经不是萝卜丝了，是萝卜条。这是啥？鸡胸肉是吧？看这是我爸我妈的，是我的，我的其实还是挺丰盛的。它这个蒸豆腐里面放了一点点酱油，是不是？蘸点汤，不然没味道。希望每个人的动作都要保持统一。晚上因为你们的姐夫不在家，他去下毒了，我就带我妈出来逛逛商场，然后在商场下面吃一吃。五六点一份 Chipotle， 还点了一些寿司。这是我们的晚餐，大家看吧，妈妈。大家看一下，我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发光的，就是你可以平常如果录影啊或什么的时候，你的光不够的话，它会给你补光。对，我还忘了和大家更新一下，就是说我这一周的一个怎么讲饮食吧，因为我这周 weekly vlog 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如何吃得饱腹又健康。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身体变化吧，我这一周大概轻了2斤到3斤左右。我觉得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腰部这一块就松很多很多，然后肚子也不会感觉到很胀啊什么的。我觉得之前我肚子胀不是因为我肠胃不好，而是因为我真的吃的太多了。但这周真的就是会舒服很多，你会感觉整个人轻松很多。而且吃的话，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平常喜欢吃辣的嘛，所以其实我在给我自己调那个蘸碗的时候，我还是会加入一点小米椒啊、辣椒什么的。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在口感上面没有任何区别。而且你吃这些水煮菜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你在吃麻辣烫、在吃火锅，你知道吗？就是你的心里就会轻松很多。而且我觉得主食变化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饮食变化最大的一个就是主食的量，就是碳水的量，我比之前摄入了很少很少。我没有吃过一顿米，就是面条，然后米饭的话大概一周只吃一次，是糙米。还吃过一次那个像今天中午的红薯啊，然后芋头什么的。还有早上有时候会吃全麦面包，有时候不会吃，还有一些就是平常我妈熬的这种就是粗粮杂粮的稀饭，这个就算作是你的一个碳水的补给。然后再没有了吧。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天吃两顿的人，有可能你这样吃会有点受不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天吃三顿的人的话，我觉得完全不会对你造成任何问题。就是你早上吃完你感觉快饿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中午饭的时间了，然后你下午饿的时候去补充一点坚果啊或者说香蕉，完全就扛过去了。还有就是多喝水。还有什么呀，多去干事情，不要再去想吃的，这样子其实你的一个意志力就会好很多。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饮食我会把它当成我2019年一个长期进行下去的一个目标，并不是说我这段时间就这样，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又会恢复到之前。但是每一周我会给自己放个一天小假，让自己吃一顿火锅啊，或者说偶尔吃一顿烤肉啊，这样子。对，还有这一周其实我的肉类的话也没有吃很多，就一周吃了一次一点点鸡肉吧。对，然后其他时候都没有吃肉。说回到 cheating meal， 就是你要给自己放一个小假，不然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对吧？连吃的都没有了。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次的视频，然后我们下一周的 weekly vlog 再见吧。然后这是我2019年的第一支 weekly vlog，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
这里啊啊！人人已经火大了，已经火大了，我们笑疯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对，感谢大家收看这周的视频，下周见。我已经不知道我这周在说什么了。